刚刚是中国那个地为胜的这些的，对不对？就胜了两边可以啊，啊，胜完定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们点出它的志向是什么，你知道对不对？虽然一直没讲，要换千秋的书，所以这么有意思，看见吗？所以说我真的感谢谢老师，对啊，非常的感慨。所以说我们既然要玩，就玩大一点，好，行，大家行。那我们五道符合，孝悌家庭是排第一，然后有些人说孝悌家庭要落实，要在三代以下，三代以下。因为现在时下年轻人都比较不喜欢跟父母亲住在一起，因为白天是忙碌，晚上也是忙碌，但是后学一定要跟，其实必孝，再来必，但是就是那个必带必。我在这里有跟三代师傅们说，来这位先生，好，那个师傅们鼓励一下，啊，不简单，啊，不简单，哈。所以说我们孝悌家庭是在落实，啊，在三代师傅里面，那是最好，啊，那个关系，那个磨合，那才是真正，也是真正的修行，修行，好。再是承上启下，啊，嗯。一颗苹果配一个手指，初一十五回来出院，回来国门点洒，各位发